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D3 夺魂之镰啊，然后这应该算什么新赛季哦 ？OK， 创建，我这应该是今天早上从8点开的吧。这好像还可以用什么转身啊？不过我想先试一下创一只新的。我玩兽魔猎人，哎，是什么？全新，我接受。哎，他不是说有什么新套装？那个我不知道怎么领。显示进度。有个目标，也要多少个才能拿到仓库啊？宠物头像第4章就有了，好吧，不知道。哦，好，边玩边看好了。啊，不是有套装哦？怎么没看到？我之前没玩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都不知道，是查的。好吧，这边都还跟之前一样，攻击。我好像资料片出之前就没玩。哈哈哈。啊啊，杀死活尸，就可怜，只能普攻。哦，升级了。守卫，打开帐门。四川。这个好像什么可以直接跳什么别的难度去，哦，什么直升30级什么的，啊，那个没试过啊，我还是照原本的步骤升级好了。哎，不想听了，可以跳过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挑战是要满等的时候去。很快速的过关，一个小时之内过关啦、啊、那个也不知道怎么弄。喂，经验值啊，连这书都要重拿。凯恩叔叔依然下落不明。好吧。哎。我的哥哥为了保卫城镇而战死的时候。哎。哦。对，这附近有英雄。我该怎么帮？他们在攻击我们的防御工事。攻击。哦，四川。这种怪物潜伏在废墟里。看右键攻击。可是我觉得左键比较强哎。刺穿。好像都不用杀嘛，直接杀妖母就好。
进去能打吗？太烂了，应该不要进来了。妖母还要一只，那应该也不用进去了啦，都没什么好东西。哦，最后一只。无影弹，诶，在找什么？没什么印象。什么印象？哦 ，BOSS 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弱？BOSS 怎么这么弱？谢谢你。诶，该不会 NPC 对话要从哪之类的？哦，没有，有佣兵加入了。他身上武器真的会比我的好吗 ？F。诶，这是莉亚，不是佣兵。他是利亚。等一下，让我把栅门打开。开门，开门。但是我对他所知甚少，他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我是由凯恩叔叔抚养长大的。他们跟我说，他是名伟大的战士，在崔斯特姆被恶魔攻陷时去世的。你母亲藏有秘密，大家都说她是女巫，但我从不相信。我、哦、这只好像就不好打了。哎，没有啊，还是很好打。这里是要爱光九晚前往大教堂。主动类别，哦，丢，不用进去了。恶名昭彰的崔斯特姆大教堂，我很接近陨落的流星。看来这里就是流星陨落的地方。咦，这边不是应该会讲个什么地形破坏的？居然没有。我的名字是拉克达人，我受到了诅咒。我曾是里奥瑞克爆的指挥官，我只为荣耀这片大地与巫王而活。我对陛下的敬爱无人能比，即使我握着利刃刺穿他黑而腐坏的心脏时，
这根茎艾也分毫未解。这样杀真的很慢呢、欸。无影弹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不断精益求精，减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升级了？什么时候没做突然升级了？我让旁边的敌人还速就对了。我们以为，哎，机关嘞、欸。机关，阿卡拉特，救救我！找不到机关，看到吊灯，没看到机关。天哪，打好慢啊！我没压死，怎么这么弱？居然压不死！我都杀光了才发现机关，唉，喂，有机关。好像是现在就有涅法雷姆的荣耀。你是不会站着打、啊？哦，站撸没有压力。我记得以前他们走来走去，然后闪他的攻击，现在都不用就对了。要跟他说话，哦，可以不要跟他说话，哎，不行，教堂花园。我们得谈谈那颗流星的事情，请跟我回新崔斯特姆吧。新崔斯特。领域师啊，我只有一页仓库。一开始只有一页吗？好吧，我完全忘记一开始有几页。哦，海德格救我，应该是这里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你听说了吗？老丹佛，铁匠。请跟我来。经典的海德格救我。哦，全部变僵尸。
哥，救我！还是是因为我选普通难度，所以都可以站撸。选困难可能就不行了。东可以找他的墓穴，而且如果你看到我的西北镇嘛，记得叫他赶快回来。咦，为什么觉得怪物头上没显示血量？我现在是要扣血才看得到吗？我忘记了，我记得当我要扣血才看得到，平常看不到血量就对了。乱走。你现在莫名其妙集中回复啊，奇怪，为什么集中回复了？还是那是自然回复？这应该战撸都没有压力吧？欸，有压力。我瞬间移动。啊，真的好慢哦！哦，死一只了！哦，死两只了！哦，炸光光！五十杀！哎，啊，这样都有五十杀。咦，这是什么装备可以换？咦，我说还是要自己换，他并不会自己把烂装换掉，本来就不会哦。护盾神殿，其实应该都不用打了，对不对？直接往前冲。我现在是有急回还是每秒回复啊？哦，每秒回复都有啊。然后他说好像我看到什么有送套装，我也不知道哪里领。奇怪了，初始套装不知道要到哪边才领得到啊。然后这个要看运气了，这个应该没有特殊找法吧？还是其实有特殊找法？我记得以前是每个墓穴都逛一逛就知道了。喂，心得，符文。哎呀，不要一直死啦，我要换符文啦，有完没了咧。哦，欸，要换什么？忘记了 ,KS,S, 刺穿剑，无影弹没有，刺穿剑，
喂哦，连射哎、欸。颜色哎、欸，哦，的，真的扫好快，觉得这个木应该不对，哎、欸，对哦，要跑啊！哇，哇，这个不对，嗡，直接按就对了，我记得会升怪啊，怎么好像没升什么怪？哦，这个开会有 boss， 哦有有有有 有, 有，震撼太低了，我该不会死在这里吧？震撼太低了，哦没事。放到棺材里面，这个墓穴不对，靠，才2400，超少，哎，哎，然后应该有一个可以传送出去的东西吧？哎，没有吗？诶、欸，不成，有第二层。我需要更多憎恨。需要更多憎恨。会换，哎、欸，一开始应该都撑攻击就好了吧？不在这个墓穴里，总共有四个，不会那么衰吧？要我把四个都逛完？应该没有这么衰啊！刚才那闪一下是怎样？哦，减700。有更多憎恨。我听说有一群萨卡兰姆战士，叫做圣教军。尽管当地人不愿多谈，我还是查出了这个组织，大约是200年前创立的。哦，升级了烟幕。憎恨不足。烟幕是干嘛的？
呼一个什么狼尾。烟幕，哦，不会用，总觉得这个幕应该也不对，冲啊！拖火车。现在都没有范围技啊。欸，有陷阱算范围技，所以我应该放个陷阱就走掉这样吗？什么新的装备栏位？问号？也，欸，不知道是什么哎，欸，什么新的装备栏位？啊，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墓对了，因为有第二层。有一种感觉，王冠就在附近。说对了，难得第二个就对了。哦。好，哦，这个以前玩的，我记得要这样打带跑，欸，现在不用，我直接站撸哦。还是以前玩的普通难度就是困难，这个是菜鸟模式。所有的 boss 都可以站撸这样。都站撸啊。装备穿。传送门，我要回城镇。你铁匠这边，你找到那个重新开始工作的感觉真好。快，我要分解材料。做好了，什么东西做好了？感觉就跟黑狂军里奥瑞克当年戴在头上的一样。哇，左键物品啊，他没有装备怎么装啊？那我们就是盟友。哦，猜，哎，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猜哦。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猜好多个？为什么都不能猜？太烂了吗？连猜都不行。我猜。诶，无法拆解此物品，为什么？那我可以把它丢掉吧。哦，入门手奴，我该如何？教堂。
看我这真的有可能一个难度一个小时跑完吗？欸不对，是四个难度一个小时欸。突然已经满等了，我这个就跑了30分钟了，第一站还没跑完，也太慢了吧。我那不就怪都不打，一直冲这样子。哦，30分钟跑完四个章节还五个，真的做得到吗？我的憎恨太低。这样一直跳怪不好，没有问题啊，还是打一下好了，都已经跳过一堆怪物了还打这么慢。第三层哦，第一个追随者欧马可，我自由了。那你的装备，为什么你没有装备可以打怪？太不科学了。是谁？告诉我，什么风把你吹来这人间炼狱？我必须杀了骷髅王。看来我们的目标一致。哦，黄色衣服，欸，是裤子。邪教徒拖着我经过这个发光的大洞，是裤子。我的武器就在。他脱困了，别让他脱。脱困了。我是寇马可，圣堂骑士团的战士。如果你在寻找骷髅王，那么你必须先闯过邪王塔这关。他脱困了，先砍小兵好了，欸，有点痛欸，还是要闪一下地板，不能站撸。喂，传说，鉴定一下。哦，我要鉴定啊，打我干嘛？什么烂东西？头盔。哦，至少比现在好很多。欸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传点，还是我记错了？传点大大。咦，没有传点。记得有一个传点，欸，这样没开会不会有事？黑暗魔法阻碍了我们的道路，但圣堂有没有地图什么的啊？我忘记快捷键了。我需要回去，先回城。花园，欸，没有传点。你是个圣堂骑士，我是真神教的一员呐，寇马可。我们所原谅。好弱哦，以前有这么弱吗？哎，欸，怎么停止跟随？是无法赦免的罪。哇，都是钱。谢谢你的鼎力相助，我会与你。哦，加入。议事城，在干嘛？哦，技能，嘲讽。
肉盾技能。嗯，我觉得我一个小时都过不了一张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跑太慢了吗？动技能类别又有新招式，藤药、无影弹、四名敌人。左键可不可以设成走路啊？憎恨真的不够用啊。我需要更多的憎恨。还是这边其实就一直翻滚，然后翻去打王就好了。翻滚翻滚翻滚。还是玩一下浮影弹，这个可以打四个，还是只有一个，但是可以缓住四个人这样哦。啊，这样有用吗？哦，有用欸，因为这个不用耗憎恨，好吧。让我把追魂剑换掉啊！杀机穿透目标啊！乱弄换，颜色刺穿。哦，还是玩连射好了。刺穿，一切都是拜拉萨雷兹所赐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他用邪恶的黑暗魔法蒙……该不会我玩第一章就要玩两个小时了？逐日灌输魏斯马区即将濒临城下的妄想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要怎么没有路？派我们前去喽。翻滚，翻滚，再往这边走。我需要更多戒律。靠腰，戒律不够。右上有个名叫阿特兰高阶萨卡的母教师，开始察觉到有股腐败的影响力正在侵蚀教会的信仰核心。他知道这股腐败的根源势必会毁掉他。滚，再滚！哦，到了。王室墓穴。
船点，我没有遗漏一个船点啊。欸，然后他自己有开，所以不用怕船点没走到就对了。这个以前好像有人在这边刷金币啊，现在好像罐子都不会掉了嘛。打起来，开打了！这份重担该由我来承受。哦，这个会跳过啊？哎，好像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不怕死的活人，乌龙王，这可不可以跳过？不要讲话，赶快出来！现在要先打柱子嘛，酷弓箭手，滚，滚，十个呢，被动技能栏位，又多一个栏位，哎。无法在战斗中变更，要把敌人杀完。没有啊，没有多一个栏位啊，在哪里？14等哦，这个。这要选什么？忘记了。敌人减速，移动速度哦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哦，然后跑得变快了。喂。你有新技能，补血，选得好，选得好，哇，这真的有跑得变快吗？好像有，几秒钟，跑错边了。有变快，有变快，可是也太少秒了吧？那上面写几秒啊？两秒，好吧，像没什么好用，消耗震撼敌人环数。哦，酷王，这我记得以前试玩版就只能玩到酷王。哎，还要杀怪。嚯，翻滚，出来吧，酷啊！可以站撸吗？我试试看啊。走好慢哦，不愧是缓速。啊，又没震撼了。哦 ，OK 的，可以站撸。战旗造型，多一个传奇头盔。可是我已经有一个，也不会是同一个吧？马的同一个。哦。啊，不是用传奇宝石。啊，他也知道大家都会塞传奇宝石在上面，提升98%。
欸，第一章还没完哦。欸，第一章哦，第一章要打赢屠夫是不是？终于到坑底了。靠，我现在才过第一章一半啊，会不会太慢了一点？原来就是你，我是。难怪大家都不过主线了，直接跑去等。返回瑞斯特姆。哎。这里，哦，新的武器，还比较烂欸，怎么会这样？陌生。诶，你这个技能比较烂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攻速比较慢。喂？好吧。我一定要自己按吗？我可以把那个全部拆解的。咦，这要不要留啊？啊，留着好了。可是这个应该也不能用那个方块嘛。啊，好了，卖掉，卖掉，卖掉。现在分解传说装会掉吗？喂，分解遗忘之魂欸。咦，所以烂传说也是遗忘之魂。好的，悲惨之源有传点吗？这里悲惨之源灵魂再翻一下。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灵魂，再强的对手也休想阻止我。我问你，那个锁链是不是就是我的福音弹？是我技能选错吗？怎么觉得有点难打？虽然都没什么扣血。喂，没接率了，不能翻滚了。哎，过不去。过不去，诶，这边要怎么过我忘记了，还是要找那个什么巢窝。他在哪里？诶，不久前才死掉。这边到底要怎么过啊，我忘记了，这里吗？这农场地下也进不去。诶，这里好像有个人。诶，不是有个人吗？
太久没玩，忘记了。个人，快！我要进去。无锤弹。亲爱的，这就是拯救我们农场的人。他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。哦，他最近胃口不好，但是我认尸体了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有没有一个箭头提示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这里？好像是哦。食腐兽。到底是怎样？捆绑住敌人，一秒后爆炸，爆炸剑来着，爆炸剑。前方的敌人虎视眈眈，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我炸不死啊！第二层，被冰住了，在那边摆 pose。被冰住了，换。一开始应该全部撑伤害就好了嘛，什么都不管，只要加伤害。人家送的那个套装真的不知道怎么拿、欸，奇怪，我记得好像讲说赛季一开始会送一套啊，可是我都没看到。哇，这个只有箱子哦。啊，都不用看了，有加伤害就换这样。哦，好快，为什么？哦，这个神殿效果，突然跑好快，超不习惯的啊。喂，这边不对，不是这边。我飞好远，击退，击退一下，我飞好远啊！靠，我该不会玩了一个小时，我第一章都没过啊？到底在哪里？避难小屋应该也不对。工匠，哇，流浪工匠，然后再回去会怎样啊？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好像应该去买个戒指或项链什么的装吼。
靠腰还是找不到那个，有这么难找吗？诶，稻草人，虚拟，该不是这个吧？废弃农场，诶，好像是在废弃农场，对不对？诶，所以其实很近哦。喂，到宝哥布林，卖照，照卖照，就掉一地的钱，唉，跟垃圾，啊，两块钱也捡起来。应该是在农场，看来那个农场，诶，就这里哦。哇，这样也不对啊。那好像还有一个农场。有这么难找吗？农场？诶，好像也不是这里啊。哇，福音弹不好玩。